到我们的新地的黄胜正的秘书老师，我们的这个赖正赖秘书来这个代表。谢谢谢谢，哇，今天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贵宾哦。当然呢，我们今天是由我们的承办单位，也是我们的人民县直接做的工会哦，来特别掌声欢迎到我们的常务理事杨丽萍杨常务理事，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掌声来欢迎到我们的理事陈中安陈理事，谢谢谢谢。然后您掌声来欢迎到我们的尤春进尤理事，谢谢大家。以及我们的陈正哲陈理事，谢谢。以及我们的李金枝李理事，谢谢。我们的秘书，以及也欢迎到我们的庄修荣周理事，谢谢。谢谢。接下来要欢迎到我们的监事是我们的蔡新郎蔡监事，谢谢大家。然后马上欢迎到我们的张维忠张监事，谢谢。好，非常感谢有我们的职业做工会呢，哇，我们非常非常棒的精英团队哦。今天呢，哇，为了我们的这个表扬大会呢，当然呢也是筹备了很长的一段。比如说我们112名，又往我们中国拍卡卡卡大好这些都是因为呢都是我们各个领域的呢往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阳光。
齐志凡，还有卢家宏秘书长，还有创事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台塑重工的萧凤吉理事长，廖理事长，大连化工廖明柱理事长来了没有？有，在这边请讲是。还有我们各个职业工会的理事长，大家好，大家午安。很荣幸哈，我们职业总工会哈，也看稳定哈，看我们的劳工处哈，给我们这个为我们劳工有服务的机会，来承办这个环保目标的大会。这次的这个大会哈，其实除了要谢谢我们延陵县政府我们的张县长以外，那我们现在刚县政府也成立了一个叫做营建哦，劳工营建志工队，我专门在为我们的这些弱势的一个家族还有独居老人在做营建工作。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良善非常大家算是一个快乐的救助了哈。也是我们劳工朋友大家就是全心全力来支持我们延陵县政府做的这个营建志工队。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其实我们在我们劳工的立场，我们没有难地，我们就是需要这个有位置的。是也成立工会的，那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白领跟蓝领哈。我们工会法第一条，它就是促进劳工团结；第二条，促进劳工团结，提升我们的劳工地位，还有改善我们的劳工生活。那这个提升劳工地位哈，现在我们很少在讲我们的劳动三权、劳动三法，我们的团结权、我们的正义权、我们的协商权。好，那为什么很少在讲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劳工蓝领没有蓝领，没有白领，我们现在所有的地位平等，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说，我们劳工未来大家都要自己要去提升自己。我们每一年有提拨的在我们的就业安定基金还有就业保险基金有将近200亿在做我们的劳工自主学习计划，我们产头训练计划，所以我们劳工就是一直在精进。我们自己要精进，自己要进步，我们不必人家政府来提高我们的劳工地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没有在做社会对话、做劳动对话、做劳资政的一个座会，比较没有在办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
们不是随随便便就挑来当国老公的，是我们有一个遴选单位，哦，遴选单位去遴选的，遴选的这一些参加报名的，再去选了以后，应选了以后，我们才由我们的劳动出人来真正的来提报，哦，这个是非常不简单，所以再次的，哦，再次的给我们劳动朋友掌声一下，谢谢。谢谢我们的老师，既然这么不简单，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你们真的很不简单，我们的劳工真的很棒，你们最棒的，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劳青所张世忠处长，然后那还有我们的劳青所的同仁，那我们今天文官处的陈碧君处长哈也到现场哈，那另外是代表陈方颖吗？还是陈方颖？对哈，陈方颖哈，啊一个助理哈，郑助理哈，那在现场也有我们很多来自不同单位，我们包括林之万理事长，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廖文助理事长，还有吴家宏秘书长哈，还有与会很多的这贵宾哦，那还有我们今天接受表扬的所有模范劳工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我先对大家说抱歉，然后因为到现在已经第四个记者会了哈，从早上然后我们拿这个水利选手队，然后就是我们水循环选手队，我们巴德社区拿到全国第一名，全国冠军，然后所以我们早上有这些选手队哈，再来就九点跟我们劳青处哦，我们青少年现在要毕业了哈，所以所有高中职的校长主任，通通在云林县政府针对防诈骗哈，也就是这个假求职真诈骗哈，要提高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无论是在求职或是在打工啊，他们本身的一个资讯上面跟整合的这个知识，才能够知道如何杜绝现在哈非常多这个琳琅满目的这诈骗手法哈。那我又赶到林内去，林内今天做什么呢？因为云林县哈是一个医疗不均又不足，甚至专科又缺少的一个县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启动什么？启动云林县政府的卫生局跟20乡镇卫生所，当中有13个乡镇叫做偏乡，然后偏乡呢，我们不足不均的情况下非常严重哦，所以我们透过了哈现在的这个 AI 智慧哦，整个的资讯哦视讯。诊疗哈，而且是无缝接轨的方式，跟台大云林分院哈做一个视讯诊疗的一个联系哈，所以今天启动的是皮肤科了哈，所以我刚刚在那开记者会，所以赶来哈，有比较慢哈，所以我刚刚有遇到理事长，我跟他连说三声抱歉哈，哎呀，我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哈，不过等一下应该大家速度快一点哈，避免耽误大家用餐的时间哈。那我想我除了感谢我们所有的工朋友哈，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哈，可以说是整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繁荣发展的基石了哈。那奠定基础以后呢，我想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就是我们企业界最大的资产，所以不只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尊严、我们的权利，通通要受到重视了哈。那所以我想说的感谢各位能够在我们工作职场里面，透过我们专业跟经验无私的奉献之外哈，我想有很多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帮忙哈，企业才能够。
希望什么？希望从一个农业大县变成一个农工商科技城啊，结合智慧科技。所以现在不只有智慧农业、智慧渔业、智慧长照、智慧防灾、智慧救护、智慧校园，通通要提升上来哈。那甚至呢，我们也希望怎么样？咱拢卖个啦吼，啊，做出来阔谈会啦吼，咱嘛会当看一个观光仔啦吼，观光彩啦吼。尤其云林县是一个宗教大县，我们如何透过香客变游客，游客变常客？哇，不能讲大力的推手的，我们馆就变成 B 区处长哈，还别这个来参加哈。因为咱消费千外万人啦吼，甚至今年甲即马哦，咱甲正月统计到三月吼，咱就比去年较侪哦。咱的千万的观光人次绝对不是虚假的吼，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700多万了吼。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年度如果要突破1500万，应该是有机会的吼。所以呢，我们不止透过三横三纵生态视角，还有我们现在很多观光景点的一个量能大大提升了哈，我想这些呢都是希望云林县能够转换。那大家知道哈，我最近呢啊，不只是去参加日本东京食品展，还有去参加我们法国跟荷兰哈，这个治水方案，包括我们是布袋戏的故乡，我跟文官处的陈碧君处长呢，我们布袋戏不只要向下啊，延续培育更多人才哈，那甚至也要发扬光大，我们叫做国际偶戏节，所以我们现在跟法国的这个偶戏中心呢哈，他们国立的偶戏中心来签订合作计划哈，甚至我们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做什么呢？今年度非常大的一个客户啊，客户什么？以前叫蔬果啊，一起合办啊，那现在这叫台湾蔬菜节，云林良品周。那你知道蔬菜？哇，蔬菜要从云林县的这个田里哈，田里透过滤冷系统，透过冷链的系统啊，在这里包装一货，在经过航运，还要7天了哈。那7天，你如何到那边能够非常生鲜的上市啊？还能够跟其他国家来竞争啊？因为如果空运，每个顶尖哪些都能到我的呀？哦，透过海运，7天的海运，我的东西到那边了，克服种种保存的技术，我还可以生鲜的上市，而且价格非常平价哈，在整个新加坡这个直走平价超市，全国的连锁哈，通通有云林的蔬菜在里边嘛哈。那所以我想，也是很多为我们云林县哈，啊，不只是我们的拓宽这个国际的市场，因为大陆现在我们大概还有两岸哈，关系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我在2年前就已经转向到东南亚去的哈，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所以这2年来，我们大概已经能够出口已经超过300吨了哈。我这个也让大家知道了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参加，当然除了劳工的努力之外哈，我们也要了解一下云林县政府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刚刚讲的哈，我们的这个幸福武功呢，我们迎接职工。那云林县呢，各位很清楚。联合国永续发展 SDGs 是七项目标哈，我们企业的责任跟永续的责任哈，或者 CSR 跟 ESG 的哈，我们通通要有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除了 SDG 外是什么呢？终结贫穷。SDG 2是什么呢？消弭饥饿。三个健康福利，再来就是我们教育优先哈，教育品质的性别平等的哈，那永续发展、气候变迁，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课题。那如何能够减碳哈？云林县开始推动低碳负碳的一个农业，那甚至我要告诉大家的哈，刚刚要结合我们所谓幸福五公，就是我们现在云林县政府推出了双低计划。什么叫双低计划？就是防寒防恶计划哈 ，Better Food and Better Housing。就是呢哈 ，Better Food 哇，福德福德，对不对 ？Better Housing 好，就很好神好神，福德正神就是好神的哈。如果你能够哈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一些乡亲呐，有可能有人三餐不继的哈，也有可能他的家里没有办法防风遮雨哈，那面临困境。所以你举凡在很多媒体当中看到，48小时台湾死了126人，因为太冷哈。环境太冷了，你每下降一度，你的猝死率就高达4-5%哈。那这样的猝死率造成人家猝死哈，甚至有饿到皮包骨的彰化哦，河北这个地方就有3个兄弟饿到皮包骨哦。当你发现2个死掉，最后一个要救的时候呢，哇，林志远来的时候也来不及了，也死掉了哈。所以云林县
不能有饿死的，也不能有冷死的。简单讲，就是我们双 B 计划、防寒防饿的计划。所以呢，我们要怎样？要结合大家哈、哦。各位，如果你可以当志工哈、哦，我们是五工呢，包括我们水泥工、水电工、土木工，然后油漆工，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铁工了、啊、哈、哦哎，大家一起呀、啊、哈、哦，我有钱、哦、我也要有工了、啊、哈、哦，我把所有哈、哦、退税于民的哈、哦哎，大家有发一点点现实了、啊、哈、哦，我拿了1亿当做这个基金了、啊、哈、哦，那我希望我们啊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他有专业哈、哦、的这些好朋友哈、哦，一起来共享盛举，帮我们、啊、去做访视以后呢，访视进行评估。到底是要来做什么带动我们防风防雨的哈，让它室内很温暖哈。我今天也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那我们非常缺乏哈，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所以我今天感谢我们许坤鹏理事长哈，特别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哈，让我也想起就我们今天要跟我们所有劳工朋友来做以上的报告。那再一次的跟大家说抱歉哈，那也感谢各位哈对我们所有职场里面的一个付出哈，大家哈可以如此的奉献。那当然我。没有全国的比赛，除了县的比赛以外，我们陈信立哈，陈信立，我们这个资深的媒体人非常尽心尽力。现在连晚上虽然退休了，晚上半夜还一直在写稿哈。先给陈信立哈，我们这个今天也是模范劳工助理长，来做我们的助理哈，陈信立哈。那苏拉陈信立有在现场吗？苏拉才。有没有？还有泰仔义工哈，是从泰国来到现在12年了哈。那在负责机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路，非常专业，非常敬业啊，这个也非常厉害的哈。那刚刚经理事长告诉我说，你看看那边有没有在的，是什么呢？哇，非常用心，非常细心的哈。因为也许中文看不太懂，但那边在是全世界的语言，对不对？那他拿了这个奖项回去，就是知道我们在台湾表现就是很赞的了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哈。今天有他在我们的台中啊，接受表扬，我感谢大家，也恭喜大家。那我话就不多说了哈。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今天承办单位哈，徐理事长带领的团队，我们为大家举办今天的活动。那希望今天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支持，现场的会员到场的。
要献花，来，我们先一位工作人员帮我们把牌变。好，我们直接请一张，然后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前方镜头。谢谢，再次热烈掌声，恭喜世凯！谢谢，接下来邀请第二位林恭喜，请上舞台。大姑爷，谢谢，非常的恭喜我们今天的内容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我们公会领袖组的颁奖。好，恭喜我们的恭喜，热情掌声，谢谢。好，接下来邀请到的是我们会务人员组，邀请张雅慧，请上舞台。那么雅慧呢，也是配合我们的政府的政策来加强了本业公会的组织健全，在推动各公会的事务当中都是非常的尽心尽力，深获了会员的肯定哦。谢谢，恭喜雅慧。接下来邀请刘佑金请上舞台。哇，当然呢也非常非常的恭喜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阶段呢，等一下邀请到我们公会领袖以及我们会务人员组呢，等一下也回到我们的主舞台去进行合照。好，邀请我们这一个阶段我们四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行。谢谢，恭喜以上得奖的好朋友，谢谢。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是我们公部门组，邀请第一位的廖雪英，请上舞台。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我们任职期间的主办完成了很多项的主要交通建设工程用地的业务，获得大家。请我们留步一下，雪英，请留步。来这边也再来为您做个献花。好，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做个合照啊！今天非常非常棒的这一项殊荣荣誉的时刻，大家来做个共享。来看一下前方镜头。来 ，OK。谢谢，再次恭喜学英，接下来邀请机关学校组李秋叶请上舞台。谢谢，恭喜呢，秋叶呢对于自己的工作非常的尽心任劳任怨，而且奉献心力来服务民众，也是呢是我们的劳力。邀请第三位郭正伟请上舞台。很久不见了。谢谢主办的轮款是年六月到八月，豪宇公共设施灾后复建工程等各项县内重要的工程工作，工作态度非常的积极勤奋，业务表现令人惊喜，今天也获得了范的殊荣。接下来邀请。
OK， 谢谢，再次掌声恭喜。接下来邀请第三阶段我们呢来台台上进行授奖，邀请王静请上舞台。恭喜你，好嘞，邀请到了我们王静乐，从民国87年就到光复国小来做服务工作态度呢非常的认真，为人厨房整洁跟卫生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理念，今天获得伙伴老公的殊荣，恭喜王静。接下来就想邀请吴培安请上舞台，担任清洁队驾驶员及车内环境清洁维护的工作，每天都真的是走出晚归，但是工作态度始终非常的认真尽责。谢谢，恭喜。接下来我们邀请黄俊奇请上舞台，工作的态度非常的认真哦。那当然呢，有从75年到职服务到现在已经36个年头，也非常感谢我们俊奇的付出。接下来掌声邀请佩妮。上舞台，为了维护校园环境，积极非常的用心，让全校的教职员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工作学习场域，跟同仁相处同时也是非常融洽哦。来邀请到吴真瑶，请上舞台。为人非常的勤勤恳恳，对每天的乐观格局，做事也非常的细心，对心甘与人相处融洽也是老多的感觉哦。接下来邀请徐田，请上舞台。谢谢，再次热烈掌声给我们的顾明，谢谢。接下来邀请沈水植请上舞台。好，接下来邀请。
们要献花的朋友们也一起来到我们中间，来共同做个合影纪念哦。好 ，OK。谢谢，接下来也邀请我们的松发财请上舞台，不止呢是我们原来见的文化老公，同时也当选了112年后全国的模范老公。谢谢，哇，这个说好这一次的，我们现场再次来做恭喜，也邀请我们的副上请上舞台。那松松也担任我们的冰糖机长声乐团已经将近6年之久，一直以来的工作都是非常的任劳任怨，有成就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哦。谢谢，接下来邀请阮进强请上舞台。来担任到了我们旭阳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汉可汉接的工作，训练有素有专业的技能，恭喜。进入到南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为止也有24个年头，恭喜！
胜，来进行回忆纪念。然后请大家可以稍微侧身，我们再靠近一点点，一起合照，为我们广中央透拢哦。好，来比出我们代表对自己满满的赞赏，这一个赞不只是给自己，也是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老婆朋友，谢谢。好，紧接着我们继续代表偶像阶段，邀请李明星请上舞台。谢谢，来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李静来接受我们的中奖。必须我们法规建立作业标准，也必须同仁的专业技能有效提供工作的效率，谢谢。接着邀请李安泽请上舞台。必须安大音乐人民音乐的质质诚信创新卓越团队合作的精神理念，以专业人的知识来达成目标。接着邀请李志乐请上舞台。
成艺文请上舞台。在劳动期间呢，完全消费成本任务的节目，可以日常放的敬业精神，也曾当选111年度呢我们云林县产业总工会的模范劳工书哦，非常恭喜。因为邀请吴思燕请上舞台，不管是新城还是夜间，只要能提供服务的时间，总是在必须的时间就提供我们的照顾服务。在工作态度一直都是非常的认真以及积极，对于公司交办的任务都能够亲力亲为，并且把它完成。恭喜！也想邀请施信宏请上舞台。以专业的技能跟知识向主管来报告各种交付任务的进度，都能够如期的完成工作，获得公司的这个主管肯定哦。谢谢，接下来邀请到文一请上舞台。在111年度的选拔为院内的这个优良服务领报人员，也协助呢营养师的实习生教学以及实习的相关活动。
现呢，除了呢让自己的长辈可以呢放心之外，还可以将客人给的红包金额捐给县内的育幼院的孩子呢做使用，热心公益哦，谢谢，感谢我们的街坊。好，接下来我们邀请这个第一次的所有的文化好朋友，就在我们的台前一起来做合照，来邀请我们这个阶段所有红花网络文化朋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来进行合照。
口罩，哎，好像一直戴口罩，习惯了，被都忘记了。这录音没你没乱关的，干嘛？今年都要钓庄港的啦，哦，哎，阿叔问在几只？钓庄港的呢？哦，哎，你庄港户不？哦，是的，光荣，哎，有交代出工的。我唔知啊，我当兵的，我当兵的。你冇当当兵，冇来当兵的。我第一有啦，第一有哦。哎，交代出工，搁交代啊，台北的五星级饭店带我带一枚，你来当兵的，来当兵的嘛，出工。
啊，谢谢你。